我告诉你，方小宝，你还做刑探，就这笨的笨的二珠子二傻子还做刑探。愣什么愣呀？烦不烦，方小宝？那可不得了，和扬州卖齐名，苏州垮。安徽上有私事不得不走，他留此信告知，不算不告而别。你这个滑头老狐狸。我并非老狐狸，也绝不滑头。此信乃是劝诫无缘无缘赌气正法，等速速离开此处，迟早生病。我心里才有鬼呢。信我绝非有鬼，请去面试后一探究竟。我已点燃信烟，一小一即刻要来抓你。速走，速走。别说话，我说你不会再进，就差点混不过去了。你说几克死就几克死，阎王殿是你家开的呀，你干嘛？来，你看，还瞪我呢。你倒是等等我。你怎么了？李莲花，你有把柄上一个路边。我没骂完的，记错了，这个傻不可辱啊，没你的份。想什么想，吃什么吃。本少爷我天赋高，刚刚觉得有点难受而已，你看现在什么事也没有。这李莲花良心没有，这钱也不多给点，害得我连店都没得住，害得本少爷这里屋顶吹风。真当然他是死是活关我什么事？李莲花，不吐不出来，开饭。这衣服也太沉了，算了，我还是去杀人。哎，我陪你去。你们两个有事吗？能不能小声点？王德明，你找他干什么？是他，他一个人吃完的。小红书。